来看一下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总理讲了，李总理讲了什么？尽全力照顾好客工，李显龙呼吁大家放心。这是一个蛮让人家感动的一个想法跟一个分享哈、哦，因为他用中文、英文啊、跟这个这些客工哈、哦，因为目前在新加坡大部分是客工，是吧？大部分是客工感染的。那新加坡总理讲什么？新加坡能有今天，包括有先进的机场。先进的港口还有交通设施、欸、这些客工、我们叫外劳、哦、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哦、那我们要感谢这些客工，那现在这些客工有问题、哦、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有责任要照顾好他们，然后他跟他们的这些客工的家人讲，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能够平安回家的。我想这是一个国家的总理能讲这样的一番话，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敬佩哈、哦。他有这样一个心胸哈、哦，跟这样的格局，跟这样的大家是平等的一个态度哈、哦，来照顾所有在新加坡的人哦。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点就是说，一个想法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哦。一个想法，因为一个想法会跟一个家庭的兴旺，或是跟一个企业的一个方向啊，会有很大的一个会有很大的一个连结哈、哦。那什么叫想法、共识跟趋势呢？我们可以讲，想法可能是一个人的想法，对吗？那李总理提出他这个人的想法，那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就会变成是一个什么？是变成一个政府的共识哈、哦，政府的一个共识。还有全国国民的一个共识，就说我们要懂得怎样感恩、哦、要懂得肯定在新加坡的每一位人民、哦、不管他是新加坡公民还是来这边工作的甚至是客工，大家都为新加坡在贡献，这是要肯定的，所以大家是平等的，所以有了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共识。那所以你看新加坡的社会上来讲，大部分他们是很和谐的，没有所谓的，他们也是多元种族啊。那他们的新加坡社会是相对来讲是相对是很稳定和谐的，没有什么那些种族的议题啊，或者说甚至跟客工啊、外劳方面的这些大家的一些负面的看法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我们来学习的。那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天了哈、哦，讲了很多天了什么？电商家网，那我们今天讲的电商家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大健康的大健康的电商家网，对吗？我们做的是大健康，然后来用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叫电商家网。当然我们也有线下的，只是现在因为 MCO 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线下来沟通，所以用电商家网。那这不是多一个渠道了，对吗？那这个是某一个人的想法吗？还是一个余威我们整体人的想法，那就变成一个共识，还是说也是很多公司很多的大家的共识，那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就变成是一个什么？就变成是一个趋势了，对吗？所以我们要来了解每一个人个人的想法，说我们来交换一下，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那每个都知道，每个都想富有，是吗？富有，那我们来问一下，探讨一下哈。我们有什么而富有，或者说我们因为什么而富有？那以前来讲的话不知道以前哦，那财富一种形式大家都懂得，就是恒产啊、哦、或是传统的产业，就你有一个土地啊，有一个这个传统的一个事业啊，那也会带来财富啊，那肯定哦也会带来财富。那这个财富来讲的话呢，它有些特点哦，比如说你一个土地，它的价值有限的嘛，对吗？它没有办法说一直无限的一个上去哈、哦。它当然每个时代它会增值，但是它会有一个限，有一个限值的。它一个会到一个最高的啊、哦，你有一块地就是一块地，除非你买另外一块地哦，一块地不会变两块地嘛，对吗？一个房子不会变两个房子的嘛，所以它是有限的哈、哦，它数量是有限的。
然后它的价值会到一个顶峰哦，啊，会到一个顶峰。那还有一个什么？它一个差值哦，就是说你想卖这个价格，但是可能别人会出一个更低的价值啊，来大家就变成说会有一些啊交易上的一个要再去切磋的哦，要再去商量的，要再去啊negotiate的。那身为一个上班族也是一样哦，你觉得你应该拿5000块的薪水啊？你觉得那公司只可以给你4000块，那这就是一个差值了嘛，对吗？那这个差值是有时候是很难去达到一个平衡的哈，除非啊双方都要有一个认同，有一个共识哈，有一个共识对价值的一个认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电商交往啊，电商交往跟上面我所说的恒产啊，啊就是恒就是固定的哈，固定资产或是传统产业啊，动产啊不动产这些。那电商交往它有什么特别呢？它是无限的，对吗？啊，大家都知道哈，它是无限的。你可以，你本来可能只有一个团队，你可不可以有两个团队，有三个团队？可以的，对吗？它无限的。再来，它会倍增的，啊，它会倍增的，因为无限，所以它可以倍增。那我们有的什么是一个户口？那户口是由系统来计算的。所以没有差值的问题哈，该多少就多少，时间该进就进，不需要有那些一些成本啊。而且像传统产业啊，或是说这些资产，它还有一个成本，你要去维持它一个成本哦，持有它的成本。但是电商交往需要吗？各位有养任何一个我们余威企业的任何一位员工吗？没有吧？有帮忙付任何一个 office 的一个租金吗？也没有吧，所以是没有成本的，对吗？然后这个运作呢，是有一个平台在运作，我们是依附在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平台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需要任何一个人去打造的。那这个保障呢，是一个广泛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财富的形式跟它的意义跟它的渠道已经随着时代是有一些不一样了的哈，这个是我们要来了解的哈。现在 MCO 或是说包括全世界的企业面临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通路我相信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哈。那随着因为运输啊、原料啊，包括你看像现在我们有产品，然后要送到客户手中，就要传以前的通道可能会有点不顺畅哈，或是说我们的 supplier 要把原料帮我们运到他们的厂，然后帮我们生产，这通路是比较不顺畅了的哈。那这个不顺畅会引发什么？也是现金的问题哈。那你看今天大家看回我们 Intelway， 我们的产品照样在有，照样能够出，对吗？我们客户依旧还在，我们的现金流依旧在运转，只是说通路方面啊，会有点我们需要来开通多一个管道或一个渠道。那传统的我们来用这个我们的通路，线下的通路，譬如说饭局啊，譬如说这个 office 的 OPP 呢，现在不可以聊的，对吗？所以我们用 Zoom 啊，用 Facebook 啊，用直播，用网上课程啊，这就是通路的改变而已。但是各位看回我们整个Intelway，有其他的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吗？啊，客户还在啊，对吗？啊，不像有些企业，他的客户可能就很难维持了哦，对吗？啊，那我们产品照样能够出，可能只是说那个时间会拉长一点。那我们照样是做现金的生意，对吗？那我们某方面来讲，这个市场呢，我们的整个企业还有跟大家的所有的领导会员所营运的一个市场，就相对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那么大啊，这是因为架构的问题哈，基础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我们Intelway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的我们的要走的方向跟我们要建构的这个架构都已经定好了的。所以在今天就算是 MCO， 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的，我们的生意还是能够运转，
我们的市场还是照样在运作啊，我们的现金流照样在还是在运作啊，我们的客户还在，那只是说用不同的通路跟不同的渠道大家去维系啊而已，这通路的方式改变了以后，所以相对而言我们的安全性是比其他的啊传统的行业来讲啊，或是其他的企业来讲的话啊，我相信我们受到的影响还是在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哈，是一个啊蛮好的一个状态哈。经过这个疫情啊，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家有闲都不一定为什么买车，要提高我们生产力，然后把我们核心的技术跟原料更加的掌控，然后提升效能，可能以后我们的出货会更加的快，然后我们会用包括是全世界来讲的话最新的一个最先进的设备来生产我们产品，那有了生产的基地，有了生产力，那这个对于公司的运作包括能够在补强不管是产品啊或是通路或是客户啊，或是现金流的各个方面呢，因为具备能够订购设备，那我相信这个明年希望明年我们能这个厂能够投入运作，要这个是要看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所以去年我们就买了这个厂了的哈。那讲回来我相信我们的判断跟眼光我们那时候去年买的时候也不懂会有这个疫情嘛，对吗？哪里懂会有什么哇这个病毒突然的横空出世然后会有这个 lockdown 的这个问题发生会有这些通路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升那我相信我们做的判断都能够都是在对的方向上只是说时间上会也累到这个是来跟大家分享的那要成一件事情有很多的要素对吗？有很多的要素那当然不止我写的这些热忱很重要今天为什么宇威包括宇威公司我们的高层为什么来创办这些宇威公司，为什么来讲大健康人是一个想法的一个驱动力把它转换成一个行动的一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什么一个 booster 一个我们讲 hormone 都可以你没有一个热忱的话，没有这个热忱的话，很难会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很难会把它做得好所以热忱是很重要的，对吗？那技术当然很重要你要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这方法论但包括很多了你的生产技术marketing 的技术方方面面还有什么规则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规则讲规则要懂得讲规则，遵守规则，这样的一个运作，这样一个不能光有热忱不能光有技术你没有一个在一个规范里面去做事情，那这个是会偏离方向的再来什么定位定位你要给自己一个目标目标，那定位通常跟时间会相关吧那这几个因素的结合会成为一个什么成果我认为大家觉得这些里面要素里面哪一个最重要？我认为成果最重要成果最重要因为成果是一个指标，不管是我们讲品质的成果或是量化的成果，
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成果啊，哪怕失败也是一个成果，对吗？哪怕你没有做到也是一个 成果，但是要量化，要推回来，从成果推回来，到底你是在，我们是在热忱、在技术、在规则、在定位、在时间、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然后才来去修正，哦，对吗？那，哦，我举个例啦，哦，讲一个小故事，哦，过年，哦，谁最开心？我相信是小朋友最开心了，哦，因为又有的吃，又不用读书，啊，又有的跟很多小孩子一起玩，哦，啊，最重要什么？还有红包可以收，对吗？那两个小孩子充满了热忱去亲戚家拜年，哇，很多人，哦，几十个亲戚在那边了，哦，那这个一个整个下午吃完午饭之后啊，下午傍晚回来之后，诶，同样的去到同个地方啊，做一件同样的事情，一个就很开心了哦，那一个就稍微不开心一点了哦，因为一比较一下，这么妹妹拿到啊，譬如说拿到50个，这么她只拿到45个，啊，她就不开心了哦，这么你会多5个，我会少5个，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我刚讲看回去哈，你啊，为什么你会少？就是少拿到吗？为什么少拿到？该出现的时间你没有出现啊，然后该站在什么地方你就跑来跑去，每个要找你啊，你就没有站在定位，然后时间到了你也没有出现，然后定位了一下子你又不持续哦啊，就在那边晃一下，然后又跑掉了的，就等一下又要人家去追你啊，对吗？啊，就算你懂规则啊，你讲的啊很厉害啊，你讲到啊大家都很开心啊，你的技术也很好啊，但是还有一点呢，啊，为什么你会少？你看另外一个你的妹妹会背一个包包啊，把它整理好，你呢就没有，你的技术就不好了，拿了就到处丢，不然就塞给这个人，塞给那个人，对吗？啊，所以成果肯定不一样嘛，啊，成果就不一样了哦。那这个成果是怎么样产生这个差异的啊？你的定位有问题，对吗？你的时间也有问题，你的技术也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来推回去的哈，所以我认为成果很重要，对吗？为什么你定位想要几十上翡翠，那没有上到呢？那也许推回来，定位还是技术，还是热忱，还是时间上，你的投入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的这个啊要素啊，或是说甚至在规则上面啊，你没有去了解的啊很正确哈。那再讲回市场外面的，为什么公司一定要严厉的去严打那些丢货的？为什么严打那些丢货的？你认为他在网上丢货的话，他是一个有热忱的行为吗？我不认为哈，是吧？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热忱的行为哈。然后那规则呢，更是不对嘛，是吗？啊，你已经违反了规则了的啊，然后你做这件事其实没有热忱的，这个是。而且你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自私的行为会破坏团体的一个热忱啊，对吗？啊，就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哦。那你破坏规则，所以变成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公司一定要坚决的来严打这个在网上贩卖丢价钱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就是啊很重要的一个啊，我们要来维持的。啊，一个规则哈，所以啊，这个要素都很重要哦。公司在做的是尽力的把所有的要素提供的好啊，让大家能够自己的啊，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给大家去发挥啊。这个是啊，我分享的啊前半段哈。哎，看到我们的 Mohani， 我们等一下的分享嘉宾，哇，今天真的是盛装哈，很美啊哈。OK， 好，等一下哈，我还有第二段哈，啊，等一下就由你来分享哈。OK， 那现在我来分享我的第二个部分哈。很多人哈，啊，包括之前啊，有些朋友讲，哎呀，我不急啦哈，我
慢慢来哈、啊，慢慢来，那慢慢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方式啊？哈，一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法哈、啊？来，这个哈、哦，可能大家看不懂啊啊，那代表什么呢？有些哈、哦，我为什么来提这个来跟大家讲哦？想法哈、哦，也是我们这样想，不懂对还是不对？不懂怎样哦？那如果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模型哈、哦，可以来提供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比较哈、哦，那可能我们可以想想一下哈、哦。OK， 这个 formula 是很简单哈、哦、，A 就是有效的行动 ，I 就是 information 哈、哦，就是那个信息哈、哦，那个资讯啊、材料哈、哦，方方面面 ，T 就是时间啊、哦，那 T 就是时间哈、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ormula， 它是一个公式，所以它一个验证，我直接拿结论出来，它一个过程，什么意思呢？来，我们看到三条曲线，红的、蓝的、黄的，代表什么意思呢？红的是最先拿到这个信息的，所以它会先随着时间它先启动，对吗？没有错，但是你看它的上升的曲线非常的快，就非常的陡，所以它的在一段的时间很短之内，它的绩效就拉上去。然后我们来看到黄色的，它是第二个得到信息的，第二个。那你看它的上升的曲线是很平的哈。那反而你看蓝色的中间那个蓝色的，它虽然是第三个接触到这个信息的，但是因为它的有效的行动啊，比这个黄色的还要好、哦、所以它的绩效是明显的就上升上去了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啊、所以信息先后、啊、差异不是太大的，就像讲哎呀 你先知道哦、啊、怎样哦、啊啊、那因为我慢嘛，所以一定怎样吗？没有一定的、哦、差别在哪里？就是有效的行动的开始和持续、哦、这个才是成果差异的关键、哦、行动，有效的行动不是做而已啊，你要用有效的方法 有效的方法。所以我刚刚提了一个、哦、技术、哦、我刚刚讲那几个成果里面有一个因素叫做有一个要素叫做技术，所以你要用有效的行动，要用技术、啊、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啊、那这个、啊、才是成果差异的关键、哦啊、有些人可能他先进来了的啊、那可能16年17年就进来余威了的，但是他的绩效还是很平，对吗？但是有些人虽然是迟来的，可能18年才来的，但是他的很快他上到翡翠了的、啊、甚至上到 diamond 了的、啊、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啊、所以先后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有效的行动、啊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关键、啊，这个龟兔赛跑是个故事，它是个故事、啊、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实际的结果，故事。那站在乌龟的角度来讲，它的对手是兔子，能力比它强，所以它遇到一个强的对手，突然能够发挥它的完全的潜在能力、啊、所以对手跟团队很重要，对吗？对手很重要。那兔子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输掉，因为他有优势啊，但是他怎样懒惰了、啊、去旁边睡觉了的啊，这个是故事啊，那不是现实应该的结果了，对吗？啊，那再来我们下面看一下、啊、我们还是用一个叫做数学的东西、啊、数学的东西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有优势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讲所有人都在讲要有一个优势、啊、尤其是领先优势、啊、尤其是一个什么叫起跑优势、啊啊、就像小孩子的教育就好、啊、很多家长都很怕输、啊啊、就把小孩子、啊、哇小小就送去什么数学班啊、才艺班啊、钢琴班啊、什么班 啊补习啊，这叫什么、啊、有一句话叫什么，不要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点、啊、这个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啊、那这句话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不研究、啊啊、你认为对就对、啊、你认为不对就不对、啊啊、那我们讲科学、啊、
想法要用科学来验证一下哈。那这叫力学哈 ，F 等于 ma 哈，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哈。所以你说起跑有优势吗？因为你跑起来之后会有加速度哈，啊，会有加速度哈，所以就是你会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哈，啊，那这个从这个公式，所以什么啊？我认为哈，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哈。你既然有优势的话，千万就不要学故事里面的兔子了啊，优势变成了一个养成一个惰性哈，这个就啊。就可惜了哈，那反而像乌龟就很好哈，对吗？他能力强，他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他的对手是兔子，所以他就一定怎样啊，就能够啊遇强则强喽，啊遇强啊遇强则强哈。那如果今天是两只乌龟在比赛，或是乌龟跟蜗牛在比赛，那这个故事应该谁赢呢？应该蜗牛赢还是乌龟赢？啊，这个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哈，对吗？但是兔子跟乌龟。是很大的差别、哦、对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故事、哦、所要反映出来的共享、哦我们都听了很多共享经济啊共享模式啊共享、哦、那很多的有些的共享的一些项目我看到的、哦、这两三年看到的、哦、很多的共享的项目、哦老实讲没有做起来的比做起来的要多太多了哈，多太多了哈。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如果只讲共享的话，我觉得共享是一个模式哈。那我觉得能够去落实下来，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想法哈，要落实下来哈。啊，叫第一个叫什么？共和，要大家要能够共同的来合作啊，合作哈，不是有人做，有人在。旁边看戏哈，这样是很难成事的，对吗？第二个共生哈，共生取代竞争哈，共生取代竞争。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对吗？你好，团队好，公司好，大家一起好，公司好，团队好，啊，个人好，这是共生的一个生态哈。所以你看哈，目前为什么全世界的这个抗疫哈，抗这个病毒哈？讲到这病毒哈，我觉得李总理哦，新加坡李总理讲的那番话哈，真的是发人深省哈。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哈，包括之前中国 lockdown 的时候哈，包括现在哈也是哈，大家宅在家里，结果产生了一些家庭的摩擦哈，对吗哈？这个是大家要警惕的哈，我觉得哈。所以我觉得要从李总理讲的哈，不管你是科工还是国民，都是一视同仁哈，大家要能够彼此的来肯定大家的贡献啊哈，对吗？那大家不管老老少少、男男哈、爸爸妈妈哈、夫妻、小孩、父母亲哈，一样哈，在这个家庭里面都是有贡献的，对吗？都是大家要去肯定这个贡献啊。那大家的敌人是什么？是病毒哈。大家的敌人是病毒哈，大家的敌人是病毒，不是任何一个人啊，不是任何一个人，不绝对不要把你所受到的，因为大家一样哈，都受到了这个病毒的影响哈，心理上啊，或是很多的这些忧虑啊，肯定会有的哈。那真的哈，大家啊要记得哈，你。总理讲的这番话我觉得我只把警惕才行、真的要有什么问题呢？大家要能够平等的对待，要能够共同在一个屋檐下好好的生活，不要有什么摩擦出现，这个是、如果是有的话就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了，对吗？再讲来共利，利益一定要共同分享的，共同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分享，那这样的一个共享的一个经济或模式或商业、才我觉得才会比较运作的顺畅，成功的几率才会比较高。再来
团队哈，我们一直讲团队团队哈，不是把人集合在一起那个叫团队哈，不是我有一伙人就叫团队，你一伙人起来，你要大家做对的事情啊，对吗？要对的事情，不是比合在一起更加重要，对吗？那合在一起干什么？就共和共生共利啊，那这个结果大家就共享了，是吗？啊，这个是啊，我觉得啊。我们在共享的一个方向上面，或是说在目标上面，我们还要更加落实到一些啊更加重要的一些想法哈、哦。那把它怎样落实成一个共识哈、啊？共识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啊，那就叫共识哈、啊。啊，大家都认同的想法啊，大家都认同，都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想法，就会形成一个共识。那大家就是在共识的这个基础上去。啊，一起来合作啊，一起来共和，一起来啊，共生，来共利，才能共享啊。上次我们听到很多我们的啊翡翠领导啊，或是啊这些啊红宝石领导哈、啊，在分享的时候，大家都有提到一些经历哈、啊，就说哎，以前啊谁谁谁跟他讲这个啊印敲位的时候，这个油的时候呢啊，会有一些成见哈、啊。哎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喜欢直销呢。哎，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哈，这是肯定的哈。这个大家都有遇到哈，这叫人家因为这个成见怎么来的，就是之前的一些负面的经历，或是负面的一些啊想法啊，跑到他的已经先入为主了哈，就变成一个成见哈。那成见一定会大家都遇到的哈。那要怎样来啊，来去把它。啊，克服掉嘞，啊，我觉得就是啊，加大性格的平缓哈、哦，有些人哈、哦、啊，有时候包括我也常常在自我反省哈、哦，是不是有些东西看得太那个面太窄了哈、哦，啊，看得面太窄了哈、哦，会做成一些啊错误的一些想法哈、哦，跟误判哈、哦，所以性格的平缓哈、哦，就像我们的那个宽带哈、哦，越来越宽了哈、哦，能。容纳的东西越多哈，这个才是对的哈。那成见，譬如说他讲他不喜欢啊，不喜欢直销也好，不喜欢传销也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他多聊两句哈，把成见哈，把它放宽来，变成一个能够诚实的一个意见啊？那你的意见之前的你的意见是怎样呢？那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做个比对，我们来比对一下，探讨一下，那也许。啊，这是变成一个彼此成就的一个意见嘛，对吗？啊，对吗？啊，还有啊，赢什么哈很重要哈，不是要抬杠来赢吧，对吗？啊，有些人啊，比如说我们一些以前也遇到一些领导啊，跟我们讲啊，啊一些其实很小的事情啊，就说大家好像不懂在争什么，要赢什么哈。我这个就大家思考一下，要赢那口气呢？啊，赢那口气，赢那个意见呢？赢那个什么呢？还是要赢一个团队，赢一个大局？啊，赢一个共识？啊，这个我想大家要啊，包括哈、哦，这个是我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一个警惕哈、哦，到底要赢什么啊？有时候一样的哈。比如说跟家里的人，有时候小孩子或者说夫妻或者说什么，大家啊同事上有什么，一定会有一些不大相同的意见哈、哦。那不要让它变成一种成见哈、哦，能够把它大家能够把平宽拉宽一点，能够容纳，然后能够讨论一下哦，不一定要赢的啊，共赢双赢啊，这才是更重要的哈、哦，是吗？这部戏哈、哦、叫《军事联盟》哈、哦，我没有看完哈、哦，我没有追戏的习惯哈、哦，但是这个 slide 为什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哦？司马懿哈、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蛮响叮当的人物哈、哦，有很多故事哈、哦，或正史野史哈都有哈、哦。那他这句话是在电视上哈、哦、演绎出来的哈、哦。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一路走来没有敌人，看见的只有亲友啊，只有师友啊，看到只有朋友和师长
哦，这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一个想法哈、哦。这个，所以我把它啊，当初我看到这个 slide 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哈、哦。包括他的死对头哈、哦，啊，杨修跟诸葛亮哈、哦，他都对他非常的充满了尊敬哈、哦，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啊，遇到一些小小的成见、小小的意见、小小的不如意哈、哦，这个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哈、哦，对吗？很小的事情哈、哦。所以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想想谁，想象一下这位啊，这位啊啊军师哈、哦，也是创造了一个朝代哈、哦。所以啊，我们可以来跟这些啊真的是大人物来学习一下哈、哦，他的想法哈、哦，想法。那一样跟不一样哈、哦。讲余威来讲的话，很多人觉得哎，对我们管理层的这个肯定说哎，我们都很明白哈、哦，都能够好像跟大家啊都很讲的问题哈、哦，都很知道哈、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基层的使用者啊，讲产品我们也很厉害讲啊，对吗？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一样哦，都是产品的使用者。为什么我要推出产品？是因为我们也是使用者，我们也需要它，不是说为了做生意而这个余威的一个管理层的分子啊，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我们的公司的方法是因社会上的所谓的大推广的啊会员，那再由推到这个社会大众去哈、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开发产品上面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哈、哦。虽然我们一样在做产品，所以可能你们讲说，哎，外面也有谁谁谁也有卖印加果油啊，啊，谁谁谁也有卖什么类似营养的产品啊，对，一样。但是我们要去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对吗？那很多人你会讲说，哎，为什么反映的这些团队的问题啊，这些啊问题，我们也都能明白吗？因为我们也是和大家一样，也是什么经营者嘛，对吗？只是说对象不一样而已，那原理上都是一样的，产品大家都在吃，那大家一样在推广我们的产品，就做市场，那这个大家遇到的问题都一样啊、哦，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一样的哈、哦，各位，你的团队，你身为一个领导，身为一个会员。很多地方是跟大家一样，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啊，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去想想一下哈、哦。那不一样，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哈、哦，尊重这个差异，然后去想想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去建立优势哈、哦。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哈、哦，对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哦，现在哈、哦，大家会觉得怎么样？钱是不是越来越难赚啊？尤其在传统的一些行业哈、哦，钱越来越难赚哦，啊，钱难赚。我讲一个数字哈、哦，不是这个不是想法啊、哦，这是数字哈、哦。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存款定存的一个利率哈、哦，2.95啊，最多3哈、哦。利率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它是一个平均的一个社会的平均回报率，利率哈、哦。某方面的代表意义是一个社会的平均回报率，就说这个社会会赚3%、啊、一年赚3%，那还不错、哦、很多的利率点、哦、就说真根本只是拿定存去赚钱，根本是赚不到钱的、哦啊、那包括中国一样、哦、以前的余额宝最顶峰的时候应该有7.多%嘛、哦，最近破3了、哦、也是跌到2多了的、哦、2014、2015年的时候它还有大概7左右，现在几年时间它已经跌破3了的、哦、代表什么？社会的平均回报率是越来越低了的、哦、然后财难守、啊、对吗？会吗？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地也因为成本越来越高、哦、然后很多的这些
很多的因素啊哈。那有一个事业的话，顺风顺水的时候啊，能赚到钱哈。像现在 MCO， 像疫情这样下去，很多的企业不是说倒哈，不是说慢慢慢慢的有什么问题哈，是一下子用崩了哈，就说一下子好像崩掉了的哈。然后最近看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哦，很多大的公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哈，他说崩就崩掉了的，宣告破产，啊，宣告破产，啊，所以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为什么不容易？因为移动的速度太快了啊，人移动的速度、信息的速度、机会移动的速度，包括甚至有加速度，包括什么钱的移动速度哈。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哈，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下面这句话哈，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哈，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想想一下。危机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哈，没有办法的，它来的话，谁能够去避免？但是不要浪费在危机中的怎样转机哈。我们有余威哈。这个上次我讲的时候啊，我再跟拿出来再跟大家再我们再看一下，看回我们自己哈。我们有余威比以前更健康啊，然后热忱哦，然后公司提供的资源给大家很多的增加，大家很多的能力哦，不管是我们的产品功能产品，包括昨天我们最近我们的Perry 总裁在分享的这个饮食的智慧，还有我们之前做了排毒员，还有我们的很多的验证的资料，包括各位的分享啊，这么多的集体的能力跟资源啊，集体的能力跟资源啊，能够给我们一个共识，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助人健康的热忱啊，对吗？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资源、这样的能力，也愿意也有这样的热忱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什么共识了的啊，共识了的。那今天的我们刚刚我讲那个富啊，财富，以前可能我们的爷爷好、爸爸没有留给我们什么什么恒产啊，什么动产啊，什么不动产啊，拥紧啊，接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叫大健康的电商交往的时代。我们自己当富人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当富一代啊，当富一代啊，我们自己创造这个财富是吗？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讲这样讲的这么好像哇，讲的这么大声啊？因为余威是提供一个强大的事业依靠给大家，然后这个创造的事业可以持续，而且是可以传承的，对吗？可以持续，可以传承的。那这个成果，这个成果，自己、家人、企业、团队都能够引以为荣哈、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深有同感哈。深有同感的。我们这四年多走来哈，我们呢创造了一个蛮不错的哈，到目前为止哈还算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哈，那得了很多奖。那我们加入了马来西亚直销工会，加入了新加坡直销工会。加入直销工会不是必须的哈，不是营运的一个必须哈。那有些公司他也不加入哈、那为什么 Intel 要加入？因为我们肯定我们自己的运作，我们的经营能力，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这个为是不和大家的共识的啊，直销工会来让这些直销工会也能更好的来引导巩固，然后更加的巩固一个想法哈啊，很多公司为什么都不加入啊？公司大家开发新市场的基础要有啊，对吗？基础要有。一个带领大家的一个方向，对吗？那各位身为领导者，或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是不是大家的应该要怎样在新人陪同，或是在
初级、中级、高级的这个领导上面的攻略，到底我们怎样去帮助这些新人来了解公司、使用产品，帮助各级的领导能够怎样来到达他们想要的这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的达成呢？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所以公司跟大家在做，只是说分工，我刚刚讲的共合哈，共同合作啊，公司做公司的该做的事情，那团队做团队该做的事情，这个共同的合作会共生，然后会产生共利，我们创造一个共享的一个市场哈，一个经济出来。那这个质量就很重要哈，我们除了要追求数量，人要多，人数不要多，为什么我们讲我们要10万个会员，接下来20万个会员，那是一个基础啊，对吗？里面一个基础，你怎样去开发新市场？那各位也是一样啊，里面一个基础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基础的量，怎么样能够去开发新市场？一样的道理，对吗？那除了有数量之后，怎样把这个数量，把它用对的方式，把它架构，把它建构起来？那这个就是很重要了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再看回来哈，步骤跟节奏两个都重要，一个要稳健，一个要灵活，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该这样，有时候该那样，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要方方面面的。那时代的财富来自于时代的机遇，对吗？那各位看到我们已经把大家的目标列出来了，现在我们的最高聘级有三位钻石董事，再上去1、2、3、4、5，还有5个等级哈，还有5个目标，还有5个成就哈，可以给大家去达成哦。那这个当然要时间，对吗？哈，肯定要时间哦。那这个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机遇，对吗？那我们要坚信所做的判断哈，就像我们的管理层所做的判断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哈，不敢讲一定准的，但绝大多数的判断都是很正确的，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成果，那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判断，我们坚信这个判断是对的，然后就是去做，因为坚信的程度会决定做到的程度，对吗？那包括前两天，我们Perry总裁做的前两次这个 Facebook 的分享已经去到了7万人的这个接触到来跟我们聊有这个都可以应该这个是什么时代的机遇，时代虽然现在给我们一个病毒，但是也给了我们新的机遇，各位我们大家一起要看明白这个数字代表的一个意义，那再举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中国国家主席，最近去看了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一个陕西省的一个小县，小县里面这个小镇，小镇里面这个小村，小村里面一个小的培训中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主席，去到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做了什么？去看当地的，这除了说看当招的一个叫什么电商，当然中国现在很多做电商了，大家都知道，但是以一个国家领导者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宣传的一个肯定，这个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所以他讲了4个字，叫大有可为，大有可为，一个新的销售模式正在中国蓬勃崛起，我觉得不止中国吧，应该是在全世界的
广泛的一个范围在蓬勃崛起哈、哦，因为这个电商除了可以怎样推广产品，然后可以帮助群众脱贫哦致富啊，又可以推动整个经济哈、哦，所以今天各位我刚刚讲了什么时代啊，对吗？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的财富，当然你说你我或是说我们余威所有人去喊一个时代吗？我相信我们也不敢这样说、啊、但是我们的想法如果大家是一致的，有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很坚强的坚信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做大健康，要做大健康的一个电商交往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新的一个业态啊，当然线下等 MCO 完了的我们的这个饭局啊，我们原来操作模式照样啊，就是说百花齐放，多一点的一个渠道，多一点通路来去发展，那不是更好吗？对吗？那今天我们看的跟这三四年来我们走过路，跟最近我们所讲的啊，我今天做个整合性的一个分享，那也许大家之前会有些想法，会有想法就会有些疑问，对吗？那疑问就会造成一些的另外的一个，本来你想这样的，但是因为你说疑问，所以你又产生另外一个想法，跟你之前的想法可能是相对抗的，那这样是很可惜的事情哈、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做好一个判断啊，方方面面的资讯的整合起来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你做了这个判断，如果能坚信的话，那个那个能够完成的那个成果的那个目标跟那个力度是肯定不一样的哈。就像我刚刚举的两个用了一个强大的哈不错的问题，我希望都能够有同样的想法产生一个共识，那结合其他的这个企业啊，其他的包括这个市场，大家有这么大的一个啊又能够认同的话，那就是一个时代的趋势了的啊。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哈、哦，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哈、哦。那非常感谢哈、哦，非常感谢我们余威的家人朋友们哈、哦、啊，播出时间来大家哈，我不敢说这是一个课程哈、哦，那我觉得交流啊。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想。我们的记忆好还是有一个我们的时代，好不好？来，谢谢各位啊，谢谢，感恩。接下来就把时间哈、哦、交还给阿布啊，来，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麦哥，我们的新加坡 CEO。相信呢，今天麦哥的分享呢，已经给了大家一个很完整的思维哈、哦，对不对，大家？我也相信大家也是有把它吸收起来，有了这样的思维呢，对于你们在未来发展的路线呢，一定是怎样讲，一把很好的武器啦。有了这样的思维，接下来我们就要还有什么东西要增加的，就是成功之路。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 Emerald Director， 我们的 Mohani Q， 他来分享成功的三部曲。我们有请 Mohani Q， Mohani Q 跟大家 say hello。Hello。余威家人下午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吗？听得到 ，OK。好，今天我想
我相信大家在以为这个事业一定有想过要怎么容易的成功的发展，尤其是新朋友，对吗？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以为成功的秘诀。说不，你跟我放下我的视频。有吗？不，今天我主要我今天想分主要想分享这个成功的这个三部曲，我主要是想分享给多一点新的朋友，因为我发现最近这个疫情很多一些我的朋友本来只是当初只是想喝喝油的，最近都开始有兴趣的来问我一些关于以为的这个业务是怎么发展。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的三部曲。今天呢，我就开始来分享啊。好，这个成功的三部曲，不跟我下一张。OK， 首先第一部曲呢，我们必须要落实我们的产品的自用。什么叫落实产品的自用？其实以为呢，这个产品呢，我们可以将以为生活化，生活以为化。怎么讲呢？其实很多认识的人他们都了解，我从一开始呢，我就把以为很生活化的发展在发挥在我的一些网络，比如 Facebook 啊，或者是微信中。那我每一次呢，我跟朋友出去吃东西啊，或者是什么呢，我都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油打开在他们的面前喝。刚开始他们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你在喝些什么东西，或者是每一次为什么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必须要做打卡的动作，就是说先拍了照片我才吃。刚开始人家会笑我，真的会笑我，其实有些人认为说你在搞什么，但是久而久之当你把它生活化的时候，人开始产生了一个好奇，就很多人就会问我，哎，这个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在这边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诶，他自己不适合做销售的工作，因为他不会卖产品。其实呢发展这个以为的事业呢，我从来就不叫人家去销售卖产品，我都会叫他把他生活化，用你自己平时的生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他也一样可以分享出去的。那通常当朋友问起我的时候，那我就让他产生了对产品的好奇心，那我下一步的动作我就会做一个动作，马上就是把油拿出来分享给他们喝。因为当人会问你，哎，这个是什么的时候，首先他的头脑会出现，这个东西会难喝吗？是什么感觉？甚至还有些人说，咦，这个是油，哎，油怎么喝？很难喝啊。通常我都会开玩笑说，怎么会？我们天天都在吃的都是 不油的东西都不吃啊，看就像我们现在桌面上的东西都那么油腻，那油腻越油腻你们觉得越好吃啊，对吗？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享受的当额，我们要如何把我们该享受的东西后的不要的东西把它排出来呢？所以这个就叫好油排坏油。我就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把这个教育就在生活中分享了出去。所以当我的朋友手上拿了我一包油，他撕开来喝的时候，那个感觉通常呢有 80% 的人告诉我说，诶，比我想象中好喝，诶，不错，诶，也不错。我讲对呀，这个油就是让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它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身体， 帮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排出来，就是好油排坏油。也有 20% 的人是皱皱眉头说，诶，这个油我不喜欢它的味道，它很难喝，它什么。其实真的是难喝吗？我个人不见得，我个人不认为，我只是觉得是习惯跟他的思维的问题。通常我都会很幽默的开玩笑说，其实这个油你可以加些料下去的，比如酱青之类的，所以他们听了就觉得很好笑，哎呦，怎么这样子讲？对呀，我们先吃的东西就是加了这些东西，你觉得可以入口啊？所以呢，我们就用生活上的一些跟他们分享，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让跟他们分享这个就是你踏入这个以为我们讲成功的大门。首先你要踏入以为成功的大门，你必须要用我们的产品。假如有一些人说，哎，我不要用你们的产品，我看你们分享的很棒，我看你们时常在网络上，我觉得这个业务好像不错，我要做，但是我不想吃，我不想用你们的产品。通常这一些的朋友和伙伴，我都会告诉他说，你不可能在这个业务里面做成功，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
而让自己也亲身可以体验。假如自己不能体验的话，你是很难可以在这个业务上达成成功。为什么？因为你本身不是个实用者。因为在以为能成功的人，大部分基本上可以说 100% 都是爱上以为产品，然后发展以为产品的。它不像一般的就是我用某些方式来说服你进来，不是。好，还有一样东西，为什么我说要把以为的这个产品生活化呢？那很简单，我们打一个比方，你看小孩哈，天生就会朝着说他要吃美多乐，然后他是天生就知道美多乐这一个东西吗？当然不是咯。为什么他们认识美多乐？很简单啊，因为他们在生活上不断的在电视机啊、电台啊或者是海报上看到，所以他们知道美多乐，因为他有一个 logo 让你从小就有印象，就是一个大的 M， 所以叫美多乐。包括可能家里的阿嬷没有读过书，或者没有出来市场上走动，他也知道那个叫美多乐。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品牌，他把它打成生活化、生活品牌化。所以在做以为的这个第一曲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各位你必须落实的享受以为的每一个产品。为什么呢？因为以为的产品是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超级食品，所以呢你必须每一样你都赏识，然后感受它的感觉，那你的分享才是实在的，而不是去做卖产品这一块。好， OK， 来第二章第二步。OK， 为自己自用的产品之后呢， OK， 你就会发展了这个平台嘛。很多人就会先不是说刚开始就会去发展，都是兼职的去发展。为什么会兼职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说，哎，这个产品我自己用的不错，我觉得我周遭也用的不错，他觉得我不妨去兼职再分享。你可知道今天这个疫情的到来哈，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家庭起了一些变化，很多人可能没有了一些储蓄，他们可能就是当下就是口袋是空的，那个要怎么办呢？ OK， 今天在以为里面，你知道我们在做 part time， 我不是 full time。 刚开始呢，我们都不鼓励朋友进来就做 full time。 为什么呢？因为他本原有的这个业务，他自己的工作是帮助他的家庭的每一个月的所需要的开销嘛，对不对？当然在以为他可以边学边做边分享。在这个 part time 的领域里面，你会发现一样东西，什么呢？那你不 part time 的时候，你不小心哎，一个月的你的 income 多了一个200，哎，这个200不错嘞，这个200可以给你多了一个水电的付费嘞。那可能你发展哎，就不错嘞，就多个月就多了500，那500又有什么好处呢？500，哎，可能这个500又多可以给你在小孩的教育费嘛。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哎又多了1000，月入慢慢的增加多了1000，这1000块又有什么帮助？哎，可能你的车子的工期又有了，可能你可以实现你换车子的梦想了。因为这个part time 的这个工作让你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那假如今天你经营了3个月、6个月后，你的月入已经过了5000，可能你可以达成你人生的一些你想要的梦想。可能你想说，哎，我可以带家人去旅行，这个是个很棒的一个事业。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事业哈，最重要哈，我们成功，我们是可以哈，这个事业里面它还可以啊，帮助我们就是秒算这个收入啊。很多时候刚才我讲到了嘛，因为今天这个疫情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手头实际要用到一些金钱，用到一些现金，我们没有。但是在以为这里哈，我们的公司除了每个月就是说有2次的这个 income 进你的银行户口，但是有里面所存有的钱，我们假如在发展，我们很勤劳的在发展我们的业务的时候，你知道里面的我们拿来的钱，我们也可以当着就是转出来，就是当现金来用。那今天你去分享给了一个朋友，哎，公司给了你一个这个分享的一个费用广告费，你有一个60块，这60块你可知道多么好用吗？这60块可能当下你就可以去买一些东西来补贴家里所用的东西了。好，下一张。OK， 我们要大量的分享在这个平台跟这个自用者，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工具，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非常好用的。就算今天你完全不出门，你都一样可以在家里发展这个事业。为什么呢？你看现在 Facebook 啊、微信啊、Instagram 啊，还有很多方面的 Zoom， 包括很多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学习的东西，这些地方、这些 地点都是让你去有可以大量的去分享我们产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善用。你看最近我们公司不断的去搞很多的交易，在哪里搞呢？在 Zoom。 那我们在这时刻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学会了如何上 Zoom， 对不对？然后我们在里面学习了很多，老板啊，挖在这个岗位里面，我们几时可以开？不行啊，现在又拖到几时？拖到只能在面前让你终于可以享受到说，以前你说我不是不要做以为啊，我没有时间做，我很忙的，你知道吗？但是他忙到他不见得他income有增加。但是今天这个疫情他帮助你稳住了你的心，留在家里你不忙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司也很行动派的去不断的给予我们这个产品的知识，而告诉我们的未来性在哪里。他给我们看到的前面的路是一片的光明。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要是时候静下心，好好的去看以为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台。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公司为了这么多的伙伴做了一些什么？就算你觉得说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想象，不担心，五个老板的头脑超棒的，他已经帮你想好所有的东西，你只要去试行而已嘛。你只是要去做复制的东西吗？有些人说我不会上网嘞，我不懂得如何把美丽的字或者一些示范，那我们只要懂得会跟啊，我们只要把他的东西复制上来传送给朋友看啊，那就行了。哪一样东西你都没做，但是你只会做一样东西，就是跟着做，做看了就跟着学，学了就复制出去。那简单的事情你不断的重复的做，重复的做，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我在做的过程里面好像并没有看到什么成果，那个不是重要，需要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你必须很落实的、清楚的自己为何要经营，或者为何要经营以为，自己先很清楚。不然的话，你会因为一件事，这又这件事，又那件事，黑了影响到最后，你觉得哎，这个事业不适合我做。其实，什么事业是适合你做的？其实没有一个是事业是适合你和我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事实适合你跟我，我们的生活就不是到此为止。但是很多东西我们要的就是改变现在的思维，那我何不多学多一样东西，让我一个时间来做这个改变我的这个环境。不是叫你马上变，而是时间跟你马上变。当你所有的东西都学好了，当你人一到了你就用上了，而不是我现在还在学，然后我的人都马上出现，然后我就会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的朋友或者一些看到你的网上的资料的人，他也需要时间来观察你。他要观察你，你是真的在经营这个吗？你真的是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很多人说真的，在网络上很多形形片片的东西，很多人有
你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外来加新加入加进去你的新朋友认识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哦，你的生活是这样哦，你就是个正正常常生活，那你每天有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活的环境跟不一样，你就依照你个人的生活的环境去做你的当下的这个出来，那我就觉得是那是最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初我就算是一个在病态的人，我为什么也可以从事余威呢？就是因为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很落实的使用产品，很落实的余威生活化，生活余威化的放在我的 Facebook， 放在我的微信，不断的放，不断的放。然后呢，我每一天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改变。而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吸引了一些我周遭的朋友，跟一些我不认识的朋友来询问我。那我的业务是这样子开始发展的。好了，下一张。OK， 接着下来，第三部曲很重要。第三部曲是建立团队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假如靠自己是很难的，知道吗？因为很多人以前做传统做惯了，或者在外面就是靠自己，凡是靠自己，有谁可能帮你？没有可能嘛。所以他们当他们来到这个余威的这个市场，余威的这个业务里面，他们有一些不习惯，他们会用回他们的旧模式，就是他们觉得说，哎，他要靠自己，什么都要靠自己去做，什么方法都是自己。但是他用的可能在他用在传统的方法来经营这个余威的业务，可能在经营下会产生了一些人家不能接纳的东西，他不能明白。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当你的团队里面，你的伙伴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某一个职位，他们走过了这一块路，我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虚心的去询问一些他们，问一些他们的意见，因为这样你就事半功倍。然后看一看，哎，领导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哇，今天这个领导哇放直播，哇，这个领导是怎么做的？这个领导又怎么做的？从他的身上模仿的去做，因为你走这个路，你就是模仿已经成功走这条路的人，对不对？那假如今天你上山算有哪的，你还要告诉自己吗？我很强壮，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这样子一双脚一个身体就这样子上去吗？不是的，它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资助你支援你。所以这一块很我们要是肯定要的，肯定要的，没有所有的东西是你一进来就会的。我不管你今天是老板或者是你是打工的，哪一个东西哪一个行业是你一进来就马上会的？不可能，你需要时间吧。搞不好打工的在刚刚开始进来某个新的业务里面，在他的传统的这个工作生涯里面，还会被老的这个员工来欺负啊，对不对？但是你还是硬着咬紧牙根去学上来。为什么？因为你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对不对？假如今天你开了一个事业，你花了的几百千去创造了一个你的事业，请问你这个事业一开始就让你赚钱吗？不是嘛？那还可能会让你亏啊，还准备这六个月里面是没赚钱的。但是你会用什么心态呢？你会用什么精力去经营呢？就算他亏，你都会想尽办法要给他赚。就算是亏，你都想尽办法去把钱借来，到最后还是不行，亏了，连还赔上了钱，还要欠人钱，你才愿意放手。但是很多人在发展以为，我发现是这样，他进去出来听了之后，他就出去找一个人谈，找两个人谈，找了第三个人谈，他死了，或者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不是我做的啦。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行业是最容易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行业是有人在协助你，有人在帮助你的行业。假如这个行业你都做上来的话，那只有两个选择，一辈子打工，还那个能力不强啊。做老板是要很强壮的，你知道吗？尤其是这个疫情，你就可以看到哪一些老板是属于强壮的，哪一些老板是因为这个疫情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死去。他们不勤劳吗？他们非常勤劳啊。不勤劳他们怎么样去创业呢？但是因为一个疫情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的环境，对不对？这个疫情也改变了全世界的人。但是我觉得我
很幸运，我在这个什么，因为我从以前我也是做传统生意起家的，我很认同团队非常重要。今天我做传统我不能成功，是因为我的团队树立的不够健全，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对，不要把苗头的背景，有他们在后面跟你掌管看住，你只是 follow， 你认为会很难吗？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好，再接下来，什么叫团队？什么叫人脉？因为有些人告诉你，有些人会跟我讲一句话：“莫哈尼，我懂你在想什么，但是问题是我没有人脉呀，我没有人，我不是不要做，我是没有人。”是不是？好，今天你们看一看这个图，这个图里面那个中间就是你自己，那四个就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是左右前后四个朋友，你没有人脉了。为什么？你说我怎么有时间去交朋友？我每天的工作，我的时间都是卖给了老板，所以你没有人脉呀。为什么？因为你把时间卖给了别人，你怎么会有人脉呢？你的人脉就是你工作的人咯，就是这样，然后回到家就已经精疲力尽，怎么会有人脉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看不懂以为这个市场，因为他觉得他用他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市场，他说我没有人脉，所以我发展不到这个事业，是这样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好，我们看下一张。OK， 下一张呢，我会讲到我们的人脉是从哪里出来的。自己的人脉的确就是这个四个角，因为你们已经知道，因为你们的时间是卖给了别人，所以你的人脉只有而已，就是这样。但是你有发现到吗？你的人脉只有四个人，但是你的朋友也有他四个人的人脉呀。因为当你今天看懂了以为这个事业，你准备决定要做的时候，你已经思维思考想得很清楚为何你要做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去找你的四个很好的朋友，他们也想改变生活的人，他们也觉得做工已经做到工资不出头，我仅仅的这个薪水5000好吗？10000好吗？明年我会再增加到30倍吗？50倍的收入吗？3倍或者5倍的收入吗？1倍的收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你去找这些朋友跟他们谈谈，谈什么？谈梦想。很多人不敢有梦想，我是个非常爱发梦的人，我超有梦想，所以我很喜欢跟朋友谈梦想。好，当你找了四个朋友，你跟他谈梦想，你跟他谈假如有一份这个兼职的工作，他不会让我们花很多时间，又有人叫又有人带，然后我们不用花很多钱，不用囤很多的货啊。好在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本来想花的钱去投资的啊，好彩我们没有去投资，准备两个人去开一个店，好彩没有去投资，投了就死定。那跟他谈这一块，让他了解以为这个产品，让他了解以为的这个市场计划，他是如何能帮人的事业。 OK， 当你找了四个人，四个人都听懂你讲的计划，他们的人脉也不会很多了吧，他们也是跟你一样打工打了半辈子了嘛，对不对？他们可能也是只有像你这样仅仅的四个朋友，就是前后左右就看完了，不要紧啊。但是当他们各自都找了四个朋友，你从你自己的角度看回去，你刚才的四个朋友变成几个朋友，那他们的四个朋友再看下去，他们的四个朋友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看到的这个吗？你们看到的它好像一个地球的原型吗？你知道这个业务、哦、它不只是发展在你身边、哦、它不像你在传统，比如说今天 我住在 Mall， 我不可能有顾客从 Scudai 跑来 Mall 跟我买一样自产用品，因为Scudai 有嘛，我只能做 Mall 这里的附近的人的生意，对不对？但是今天以为不是哦，今天以为这个事业哦，它让你没法去想象它可以做多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系统，我们老板的计划，我们将准备放眼新加坡，做全亚洲。那我想问你，你准备好了吗？很多人说哦，公司准备发展台湾，公司准备发展印尼，公司准备发展泰国。但是假如今天
你并没有在你的国家，比如你在马来西亚，你没有在马来西亚把你的团队树立上来，你怎么当公司准备好了？你都怎么准备？你还没准备好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真的要把自己的团队找出来，好好的找几个朋友，好好的坐下来谈。很紧张没关系，我时常开玩笑，喝酒就把可以把业务谈出来了。为什么？喝酒很多人的心就轻松了嘛，当松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感觉讲出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把很多的心事讲出来，包括你的朋友，当然不是喝醉酒了、假如不会喝酒的人，我不鼓励喝酒，就是这样，我是比喻，哎，我在我的生活中我是怎么样去做，因为你一定要以你自己个人的个性跟你的环境去做你比较适应的东西，所以你看，因为这样你的团队就这样子出来了，而且这个团队可能会来到不同国家的人哦。可能你当初会说，我都没有台湾朋友，为什么我团队里面有台湾人呢？为什么？你不认识不代表你的朋友的朋友不认识啊，可能你的朋友的朋友的亲戚在台湾啊。今天你的组织，哎，我在马来西亚，我都没有出过新加坡，为什么我有这样多新加坡的团队？你没出新加坡不代表你的朋友的朋友没有出新加坡啊，不代表他们没有朋友啊，对不对？那今天不同的国家只要公司可以开发到的那个地方你都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没有不关系，你下面的人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当一个人懂得看懂这个业务的发展性，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做种传统。为什么？因为我是传统走过来的人，我了解传统的痛苦，传统也有人赚大钱嘛，对不对？但是全部都是自己扛，自己扛。但是今天我们在以微平台，真的，我们只是走那一里路罢了。麦讲过的，他公司已经为我们做好所有的东西，包括把你带进来的人，他都很用心的来教导你东西。你只是多走一里路，而这一里路，你是坚持走下去，还是走走下，你就停下来，那个很重要。OK， 接下来下一张。好，看到这个图是不是很震撼？我每次看到这个图、哦、我就超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哦、我的业务会这样会发展全亚洲，发展在不同的国度。好，这个呢，我非常喜欢。这个是公司那天做出来的一个宣传单，他说合作的事业，真的，今天这个事业就是要让我们大家合作在一起的事业。今天这个事业就是今天我为什么会进来以为，我进来以为当然 我找到了我人生的贵人，他把我带进来以为，然后我在以为一步一脚印的走到今天。我今天我也很想成为别人的贵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成为别人的贵人的时候，那个不是赚多少钱的那个感觉，那个是当你帮助每一个人，他的生活改变，他的家庭改变，他的健康改变，有一天他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妈咪，我谢谢你，你让我的生活改变。那你知道这一种的开心吗？你是无法形容的。我觉得有时我们说我们要做慈善，我们要做布施，布施慈善就是坐在每一个当下，那个就是布施。你知道你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的话，你可以想象吗？所以我在做以为的时候，我每一天我想到这块的时候，我每次都会觉得真的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当你想到这块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愉快，我并没有感觉有卖东西的那种感受。好，所以在这边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的，接下来我有一个小段的那个视频可以开给大家看。我觉得每个人都向往过这样的生活，或者是其实以为是怎么做的。好，我就请阿布帮我播一播，谢谢你阿布。我今天第一次用电脑，比我今天有一些东西、哦、好像是不能出来，不用紧，但是基本的我要讲的我都已经有 OK。等一下啊，我在台这、oh, okay. 可以可以可以 OK 啊。还有，对对对，记得哈、哦，我们哈、哦、做以为哈、哦，我们是要教人家做吃的智慧，这个很重要啊，吃的智慧，因为大家都很会吃嘛哈、哦，
了之后，那个身材从身材就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吃要有智慧，我们要同时享受美食的时候，同时我们要知道如何用以为这么好的、这么棒的超级食品来帮助大家好油排坏油，让他的身体可以健康下去。就是营业的窗口，缘分是顾客，手机是收银台，生意就是在游山玩水中接洽，成交就是在谈笑风生中达成。风城风路风小区，永远封不了的就是互联网。2020年一定要在家里面学会用互联网。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也是在学习中，谢谢，多多包涵，谢谢玛丽。谢谢，很棒很棒，分享得很棒。所以大家今天真的是很宝贵的一堂课，你已经有了思维，有了那个下面的要该怎么去做，下一步就是要靠你们怎么样去行动。谢谢大家，大家我们来一个大合照好不好，帮你们的镜头呢都打开，然后呢比一个 good 字啊，给我一点时间，就是帮你们拍大合照。来，谢谢大家合作。把你们的手呢比一个 good 字啊。等一下，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就是把你们的镜头打开，跟大家比一个 good 字，我们来一个大合照。都准备好了没有？稍等一下。OK， 等一下。哇，好多人啊，今天。多一。还有些人还没有打开哦。OK。下。好了，都拍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阿布。阿布哥，谢谢你。Thank you.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飞得更高。我们下个星期，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马哈尼，谢谢麦，谢谢马哈尼，麦哥，谢谢麦哥，讲到很棒，期待另外一场，谢谢，谢谢麦，谢谢马哈尼姐，分享的好棒。超棒的，超棒的！因为我今天有点紧张，超棒，超棒！因为我现在电脑，超棒，超棒！我现在电脑它不能，没有，它没有出来，我有点紧张。嗯，超棒的。啊，很棒，很好，嗯，讲得很好，摩哈尼。是，摩哈尼讲得很好，啊，麦克也是很好哦。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好的，谢谢，加油，回家。Thanks everybody. Thank you. Bye.
哎，大家好像没有想要离开的想法，是不是？今天你这样美，舍不得离开哦。哎，其实有一个外面下雨不能走。其实还，我有一段我刚才所以只有留下来了。没有，其实刚才有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刚才麦有讲。